达达，达达，你没事吧？达达，达达，你没事吗？达达，达达，哦，哦，曾大力，你刚吓死我了啦！怎么叫我全名？你怎么没有叫达力？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里面那个女的？你们一起跳楼？ 你们上床了没？你到底在讲什么啦？好，好，我问你啦，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奇怪？当时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手牵手对抗这个世界吗？你变了吗？你记不记得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？ 当初我交往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的世界完全崩塌了。那个时候你妈刚走，前女友也甩了你，我们两个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。我没跟你说过吧？嗯，我交往的男朋友就沈佳宜当初高中的那个闺蜜，那个篮球队队长。好啊！天哪，这也太难了吧！ 好可爱哦！嗯，你说什么？没有。是他。啊，所以你当初怂恿我跟沈佳宜告白，是因为……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在一起的话，我跟队长的机会比较大嘛。后来我们在一起了。 结果我还是被他抛弃了。我想哦，我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吧。哼，我也是。这世界上所有人事物都会一个一个离你而去，到头来不会有人留在你身边。我以为我跟他会走到最后啊，想不到我还是被他抛弃了。 我可能留在这里，与其知道一定会分开，倒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拥有会比较好。哎，如果我跟他没有在一起过，我现在是不是不会这么难过啊？人生本来就很可笑啊。 什么计划规划，全部都是屁。承诺也是屁。老天爷打一个喷嚏，哈啾全没，全没啊！陈大力，我只剩下你了，不可以消失。 兄弟，我答应你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，就这样。嗯哼。可是我们。
怎么可能？这就叫做爱呀、啊！我们两个是很单纯的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这样子而已啊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是一号还是零号？哦，小淘气哎！你忘了、哦，是你自己说我们是真爱，真爱是不分性别、不分男女的、啊，也不分零号跟一号。重点是，我们在一起了。 我们在一起了，重点是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，重点是我们彼此都不会再是一个人。哎呀，我去尿尿。天，我要去尿尿。神奇的魔力带来了惊奇，领略了世界，让我不禁想起，原来人生如戏，痛苦连续的绽放，从头到脚都受伤，吃下最鲜艳的那朵花。 教堂钟声响起，但我的人生不想回在这里。还好三班听得来，现目目神奇的魔力带来了惊奇，领略了世界，让我不禁想起，原来人生如戏，太超展开了啦！怎么可能呢、啊？怎么办？陈大力比钟爱情还可怕，如果这是真的的话。 那一定要逃走了，大大，你别跑啊！我很好啊。大大，让我进去。不行不行，让人家进去嘛。不要不要，我管了。大大，你干嘛？你手不方便，让我帮你啊。帮我干嘛？快点把衣服脱下，你下楼好了。脱下衣服做什么呢？脱嘛。 大大，人家把纸小帮你擦走而已，结果你怎么拿出这个啊？不如我们啊，不要！大大，宋爱卿，宋爱卿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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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跑！大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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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我！ 救救我，拜托！什么？死下车，快走！不行，下车，目前不能下车了，会死人的，快走！不行，到底要不要走啊？不走，走，不走，走！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快走！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 喂，去哪里？你原本要去哪？不知道啊，不然你要去哪？那你很奇怪，你不知道去哪干嘛上车啊？你以为拍电影哦，滴滴咚滴滴咚就好了。哎，你说奇怪嘞？我你到底去哪了？我不一样啊，我是逃难哎。干嘛一直跟着我？哎，小姐，我昨天晚上是帮你哎，你知道吗？ 你走错坝了，那是梯坝，你差点被捡尸哎！你给我听好，我没有走错，我就是故意去那边找女人上床。上床？你喜欢女人哦？对，我喜欢女人，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你。哼，那不是刚好，我是 gay， 我也不会喜欢你。
Hello， 我现在不管你是爱男人还是爱女人，总之现在要去哪里？不知道啊。像你们这种客人我碰多了啦，薪水又低，日子又不好过。刚好我要回家一趟，我家附近有很漂亮的风景，有山啊，也有瀑布啊，走一走了还有民宿可以休息哦。你们两个人要不要去散散心？随便啊。很好，那先讲好哦，检测钱要照付哦。放心，他会付。哎，我没有钱哎。啊，闭嘴啦。这些年轻人真的是。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看风景哦？哦，什么鬼地方啊！司仪大哥就说要回他的部落啊，我哪知道一开就开到这里了、啊。你睡得很好哦，被载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嗯，你睡得也不差、啊，把我肩膀都靠麻了。哎，我帮你捏捏。哎，不要了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既然都在这边了，风景很美，看一下嘛。好的风景要跟对的人看，我要下山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司仪大哥说我们要下山，可以打电话给他。你有他电话，赶快打，赶快打。再打了啦，没有讯号哎、欸。你用哪一家电信啊？收讯这么差，用我的啦。嗯，靠，没电了。看什么啊？你身上有没有钱？干嘛？没有啊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放手！那是我的皮夹，你干嘛？我看呐。那是我的。你干我？这个我的外甥赶造后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在路上碰到那个原住民呢、啊，他就因为他不知道路啊，他就跟他讲说，请教一下好吗？哎，原住民一听说请教一下，马上站起来的，啊、哦，这个马上就啊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请教一下了，还什么？那个原住民说奇怪，他说还要再教一次。这个嘎照很奇怪，你哦。哎，大哥。哎 ，my friend， 你不是说在我们下山班中跑来这边喝酒啊？哎，这是我舅舅开的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喝得很醉，哎，这干嘛？哎呀，等一下你们要下山，我等下会载你们的，不管是明天还是 OK，OK，啦啦啦啦啦。来来，坐坐坐就对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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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，他看起来像是我舅舅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两个是夫妻，哇，他们相差35岁，我太太，不得了的是还有小孩，哇，要保持年轻，多打自然玻尿酸，很棒，谢谢谢谢，这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是我二舅，你看看，看他那个什么发型。是以为是郭富城，我傻笑了。干杯了！哇，买那个沙西米，闻那个瓦萨比，买那三八五十一榻榻米，买那个沙西米。闻那个瓦萨比，买那三八五十一榻榻米。可以呀，可以呀。
何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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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刺葱烤全鸡。快点吃，快点吃。刺葱烤全鸡。很好的这个，老板，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啊？哦，我们都是从太阳出来，一直到月亮出来，我们一直都在纳鲁湾呢。纳鲁湾？哎，纳鲁湾是什么意思啊？纳鲁湾就是快乐的意思啊。快乐啊、哦！哎，我们要不要纳鲁湾啊？要。来，纳鲁湾，纳鲁湾，纳鲁湾，我看掉。这么开心的他，我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？原来的钟爱情跟我在一起有这么开心过吗？如果没有怀孕，钟爱情是不是也会这么自由快乐呢？阿静，阿静，哎，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这要干嘛？我要变魔术，好，把他的手变好。哎呀，来，猜猜。把手放进去，手会痛啊！他的手一定会好。来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打！再跟人家喝啊，你很会喝嘛，啊，喝了十几个小时，不会喝就不要跟人家喝成这样，真是的，不会照顾自己耶。躺好。纳鲁湾，钟爱情搞什么鬼啊？白痴啊！我怎么像睡着了啦？是白痴吗？许大仔，谢谢你这几天的陪伴。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
我曾经很恨为什么要再遇见你，恨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这都是我的选择，不是你的错。谢谢你为我掉的眼泪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谢谢你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就要让你跟我走，对不起。停下半途的吻，合上半开的门，尽管对你再埋怨，也总好过一个人。停下半途的疑问，舍得不把握。